你家里面几个人？对，现在快几个？快几个了？现在明年大的就上大学，小的就在这上。嗯，你家这个？大的不在上上大学，考大专。哦，伢子，大的都上大学了？对，十八岁了。上大一。这个？对，他快上考的，一直都是在大专。那这小的搁这上哪个去啊？生的？对啊。